三号，巴基斯坦情报官员说，美军无人机当天对南瓦吉里斯坦地区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名叫纳吉尔的高级别塔利班指挥官。据了解，美军无人机当天对巴基斯坦北瓦吉里斯坦和南瓦吉里斯坦部落地区进行了两次空袭，共造成至少13人死亡。